这么脆弱？我就说你不适合 MH 吧，你还不信我，早就该走了。出来了，不用管我们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元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不就是一包小小的卫生巾吗？小 case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的天哪，不会这么巧吧？这个煞星居然追到这儿来了。卫生巾都有这么多花样，这马老师说的果然不错。抓住了女人，就抓住了市场。坏了坏了，千万不能被他认出来。他那天的西服看起来好像就很贵的样子，要真要赔钱的话，那会要了我半条命的。不行，革命尚未成功，我连和我男生的孩子名字都想好了，不能就栽在这儿。家的男朋友果然从不让人说，秋夏他也太暖了吧！买单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。你有保温杯吗 ？Of course, please wait. 先生，您的保温杯。帮我倒杯热水。OK, please wait. 为您服务，我深感到荣幸。端着。好的。你说呀，这杯暖暖的红糖姜茶，要是泼到脸上了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亲爱的女朋友大人，我的天哪，你难道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上次在酒会不小心泼到的那个帅哥吗？天哪，您有所不知，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，我妹妹回到家中后悔不已。不顾我们的劝阻，毅然决然的在城南迷谷晚上归了一剃了个光头。您看到他这么诚恳的份上，就原谅他。很简单啊，报个警就知道你是不是双胞胎。哎，我赔你衣服还不行吗？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？幺
哟，大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，你随便拿，我买单。我疯，观音菩萨。谢了。自家人客气什么呢？再见，欢迎光临。吓死我了！我的白马王子没等到，等到个大魔头。就是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我真应该去拜拜。就每次遇到元帅，就都没什么好事情。你敢相信吗？那么大一栋大厦，偏偏就我们那层停电了，然后偏偏就把我跟元帅关在了会议室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我大姨妈还提前到吧？哦，所以你在雪上加霜的时候，元帅不仅把衣服借给你了，还给你买了这么多卫生巾，还有红糖水。那个算他还有良心，这次帮我解了围。哦天哪，这是什么标准的霸道总裁文呐、啊？男女主被关电梯，女主幽闭恐惧症爆发。行了，停止你的脑洞吧。就算他是霸道总裁，那我也不是纯情傻白甜，好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来我家了？
啊，对，我正想跟你说呢，我那个室友说搞什么禅修会，一连续搞三天，所以我就要在你家避难三天了。我热烈欢迎，终于有你这个小迷糊陪我了。我为什么是小迷糊啊？啊，你看最近不是天气干嘛，我在用一款面膜，就叫小迷糊。我觉得名字跟你挺搭的，你不也挺迷糊的吗？哦，对，我们鞋这儿还有一盒，你拿去用吧。每天敷一片，给肌肤补补水。嗯，爱你。我要看看。丽丽，啊，头发了？啊，好香啊！哦，那个汤呛到了。老大，这是下周招待客户的安排。你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，签个字，我好去订鸡酒。好。哎，老大，我接个电话。去吧。哎。你查的离职人员名单你都查清楚了？啊，我已经联系过了，今天下午会去走访。抓紧时间。嗯，我还给你。不是我的笔。李先生。我今天来是代表 MH 有几个关于科朗药业的问题，想要跟你确认一下。MH， 我已经离职了，所以关于科朗的事情，你不应该问我。我知道你在科朗离职的过程并不愉快，据说是他们开除了你。我觉得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没必要再提了吧。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，但我相信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还没有结束。据我跟科朗的人了解的情况是，他们说你在工作上存在污点，是真的吗？明明是我发现了他们工作上存在污点，怎么就变成我了？你发现了别人的污点，但被开除的却是你。算了算了，就这么着吧，我是真不想再惹麻烦了，请回吧。如果你是怕惹麻烦的人，当初你就不会被开除了。我被开除，那是因为我要坚持对的事情。可坚持对的事情有用吗？我所得到的这种回报公平吗？李先生，总有些代价是值得付出的。值得？好，那你看我现在，每天只能在一家记账公司里边混吃等死，手里边管理了几家公司。每个月都是零报税，我现在的生活没有未来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前途。我活着就是为了混口饭吃。那么你来告诉我，我所付出的代价究竟值不值得？啊，李先生，我真的……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走吧，不是，我真的不想……你听我说，哎，我不听，走走，行吧？我再说最后一句。说，如果你今天决定做一个沉默者的话，会有更多人因为你的沉默而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。我今天之所以来，是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可能存在问题，这对你来说是证明你自己最好的机会，是唯一的机会了。说完了吗？
守时的男人，一定是个责任心极强的好男人。侧脸都这么完美，而且还这么敬业，没人监督都能这么兢兢业业的工作。今天一定要拿到微信或者电话号码。可是送他东西，他又嫌我烦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，但是你的手机，我帮你拿去修吧。想要精准的拨到手机，好像有点难。要万一弄到电脑上，成本就太高了。老板，那红牛没有了吧？稍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。我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加微信了？哎，钱呢？我钱怎么没了呢？人呢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偷了我的钱？没有。不过，从上午到现在，你一共离开了柜台三次，有两次是在我父亲悠转，想要引起我的注意，最后一次是去拿红牛。如果前两次都没有问题的话，那这个小偷应该是在你去拿红牛的时候行动的吧？那应该还来得及，我先报警。你要报警啊？啊。报警的时候有证据的，你的店里有四个摄像头。你知道怎么调监控吗？我知道那儿有个监控能拍到收银台，但是物业一直没有来修。那我去看看。监控。你刚才去后面拿红牛的时候，应该不超过三分钟吧？嗯。符合我们刚才讲的条件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他。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把我支开的。我现在在报警。想拿到钱的话，就跟我来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柯朗的老周希望我们帮忙，把现任董事长邓科换掉。三年前，邓科套取过公司资产，就这样的污点，迟早成为一颗炸弹。这个老狐狸啊，
是柯朗第二大股东，他这是在逼着咱们站他的队啊。我们毕竟也有柯朗的股份，如果邓柯的污点被爆出来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啊。邓柯的事情有证据吗？人证有，证据还在核实。商场如战场，战场如棋场，下棋就要抢先手。柯朗事情怎么做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您的意思是，要在明天柯朗举行的联席董事大会上，逼邓柯下台。确实是个好机会，但是时间上会不会太紧了点儿？战机出现，战备充分，具体要怎么做，你来定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下午去走访的怎么样啊？我一会儿再跟他沟通一下，他下午的抵触情绪有些大。看来你的攻心术成效一般啊。明天就要去柯朗开会了，这个时间点上人证还出现问题，那么恭喜你，之前剩下的两次机会，现在就剩下一次了。等一下，袁总，明天李翔会准时参会的，工作汇报完毕，您慢走。就是他。啊！喂，把钱还给我。神经病吧，谁拿钱了？还给我装！我再给你三秒钟，如果你不给我，就立马报警。我跟你说，你再这么说，我……店里的摄像头跟公安机关都是联网的，我们刚才出来的时候报了个警，现在人脸识别系统只要15秒就可以确认你的身份。还有你啊，刚才偷东西穿的衣服就穿在里面吧。所以如果你执意要跑的话，那么赶紧吧。嗯。哎，不过你是怎么知道他是这里的清洁工的？我见过他几次，每周二晚上在你们店打烊之前，他都会来买打折的寿司跟面包。这里的物业其实管挺严的，不是业主的话，没有登记的访客是没有办法随便进来的，所以我猜他肯定是小区的工作人员。那所以你是这里的业主啊？做一张访问卡，在这里买一套房简单的多。老天爷啊，长得帅，智商高，还那么有爱心啊，简直就是顶配的男友啊。我代表 MH 新增一个议题，为了保证并购顺利进行，我提议免去邓柯董事长的职务。并购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，要免我的职务，这玩笑开得有点太大。邓董事长，你3年前设置碉堡账户，私自转移公司资产，为了避免未来不可预知的风险，你必须离职。完全是捕风捉影，怎么可能啊？没证据的话可不能乱讲。我们找到了人证。人证在哪儿呢？他
他有什么资格当这个人证？你当然不希望我当人证了，因为我知道你那么多的事儿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翔，原来呢是科朗药业财务部的一名职员，后来因为发现了邓科在工作上的一些污点，所以被公司开除。污点？还是我的。的确，在我们公司存在一些有污点的人，可究竟是谁呢？我可以告诉在座的各位，这些人里就包括他，还有他的爱人。你为什么要提我爱人？我今天来，我是来说你的事儿的。好啊，咱们就好好说说。他和他的爱人之前在我们公司任职，没错，隶属于财务部。可是呢，在任职期间，他们两个人刻意隐瞒夫妻关系，联手舞弊销毁票据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开除他们的原因。你今天来这儿根本就是为了报复我的吧？在座的各位可以问问他，他的爱人现在还在监狱里吗？我没说错，犯错的是他，不是我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是吗？我不相信睡在一起的两个人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说他把你身上的污点算在了他的身上，替你坐了牢？你真的是有一位好妻子吗？啊！我再告诉你一遍啊，犯错的是他，跟我没关系。所以为了撇清关系，你最后选择跟他离婚了。这种人就是人渣，这种人的话你们也相信？那我真的很怀疑 MH 的办事能力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会一五一十、完完整整地告诉给你们的范总，也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已经开球了，哪有让球员中途退场的道理呢？是不是？进去半个小时了还没出来，我估计他这次啊真的是要被开除。入职还不到一周，这也算在 MH 创了个史无前例的记录了。估计也后无来者，我觉得这将是一个很难被打破的记录。科朗药业董事长不依不饶，认为 MH 应该有人为今天的闹剧负责。我们拿到了他转移公司资产的证据，还在核实当中。这就是你核实的证据？逼邓科下台未果，现在对方要求我们给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？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。你会负责？你怎么负责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证实邓科转移资产的事情。我给你时间？那谁给我时间啊？你最好的负责方式就是把你的辞职信放在我的桌面上。你我仕途多年，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今天是头一次，战斗还没有结束，现在就说谁输谁赢，还太早了点儿。我听说今天的事情是一个叫将军的新人挑起来的，他似乎是林泰墨担保进来的。这个人我清楚，他绝对不会是林泰墨的人。林泰墨最擅长滚雪球，能把一个毫不起眼的人用成了刺儿，能把一个微不足道的机会弄成了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绩，这种教训太多太多了。我给你五天时间找出邓科的污点，这对你来说应该没问题吧？两天，两天时间给范总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所以今天面试的原则，狼留下，羊离开。听说元帅最近在邓科案底上吃了个大亏。邓科虽然精于计算，但应该也不至于把元帅逼到吃亏的地步吧？好像是和元帅手下的一个新人有关系吧。这个实习生找的证人在关键时刻反咬他们一口。实习生？实习生应该不至于碰到这样的案子吧？这我倒也觉得很意外。这个规则是当初我还在 MH 的时候跟林泰墨范齐昌一起定制，为了锻炼新人用的。只不过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他们依然还在引用如此高风险的规则。那看来这个实习生应该跟元帅关系匪浅，不然怎么可能会影响他的判断呢？好像是那个叫做将军的女孩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个文件忘在公司了，一会儿就不送你回家了。好。不过，记得早点回家。嗯。你应该知道，在投行这个圈子里，女性的比例不超过20%，这份工作所需要的能力、耐力、抗压力是很多男性都达不到的，更何况你。你是一个连眼泪都流不起的人。你说不适合就不适合，我就要成为那20%。这儿有钱啊！上车。不听老板话也算是工作失误，满3次你就可以走人了。我在日本的时候拜访过一位心理学大师佐中浩二，我问他，人在快要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地止住眼泪。浩二大师告诉我，他说你如果觉得自己快哭了，就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驴，眼泪很快就可以止住。为什么？驴是最不喜欢哭的动物，因为他脸太长了，一点也不好笑。如果你真的想哭，告诉我，我提前叫救护车。唉，终于满你月了，唯一知道你底细的我，可能真的要离开 MH 了。投行如战场，现在明白了。小蚂蚁背大锅是金融街所有投行的潜规则，我只是没有想过会这么快。你不配做小蚂蚁，小蚂蚁绝对不会放弃，会一直往前爬。一个没有感情的车轱辘是不会明白小蚂蚁的心酸的。将军，我是想让你离开 MH， 但绝对不是以替我背锅的方式离开。你记住，在我的地盘，我不会让任何人背锅。你是有新的线索了吗？暂时的撤退不是失败。
蚂蚁小姐，请继续往前爬，战斗远未结束。 你放心吧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一定要留在 MH？林帅，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很了解我？我当然了解你。 但那是曾经，在我的青春里，你终究还是缺席了一段时间，所以你不知道我这些年遇到了什么样的人，发生过什么样的事，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进 MH， 更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。就像现在，你认为我会因为遭遇到不公平待遇而哭，可是我不会，我会沮丧，会愤怒，但我不会退缩。 老板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终于进了 MH， 成为了一个头红人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很坚强，不管这个行业有多残酷，我都会努力撑下去。我爱你，爸爸。 If it's what you want, what you like, I